你们确定你们三个挤得进吗？我的天舞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那待会儿我洗完澡过。我的意思是加你一个，可能正好没地方。全盘垮掉。哎，你是怎么想到我会躲在那里面的？亏我做的那么全套。老板，好久不见。亏我做的那么，你看我还写了，上面还写了名字，准备误导你们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老板有菜单吗？给我们一个菜单呗。为什么都啊？为什么都不跟我说话？哎，大家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来看到飞行嘉宾，我们装作没有看见，我们装作没看见，我装作没看见，不理他，说任何话没看见，不理他，就我们就进去吃饭，装作没看见，对，然后完全不理他，好，好吗？大家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装作谁先笑，明天谁就告吧。好。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也都像你一样，穿得整整齐齐、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。你再过几天，你就会发现这些一切都不重要了。睡觉最重要，对对对对，活命才是王道，小伙子。你知道我们这几天睡觉有多挤吗？真的，我们两个人睡一张床。他不是说两米多的大的床吗？我的天哪，两米多大的床啊，睡仨人吗？我们现在有点穷。今天我们本来有机会吧，他说你们不是挺有钱的，说你们我们真的钱就剩这些了，因为我一看看我们现在都是怎么吃饭的，我们狼吞虎咽，我跟你说米饭我们今天第二次吃，对，这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第二次吃米饭，说就对，米饭我们第二次吃，我就没从来没见过小鬼连看上一件背心都不舍得买。成都那天不是想买个帽子也没买吗？一个草帽都没买。我从来没有看见紫衣看上过一个绒毛玩偶。对，你知道舍不得买。当小鬼说这绒毛玩偶是免费的，我们有多开心？我给你带了礼物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明天有二手店，快把去卖了，然后呢赚点钱。完了，戒指，我看看。别扒不下来，你咋这回事？你是不是想去卖了？明天二十店，这个不值钱，要那么拮据的吗？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天要过，这才第六天，然后还要这种三餐，然后我们房那住的、那个，你们现在还有一天吃三餐啊？一天一顿不够了吗？大家这是作为 idol 的人，啊？他们三个每个人睡一张床，然后我跟郑婷还有小鬼，我们三个睡帐篷。你们确定你们三个挤得进吗？我的天舞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那待会儿我洗完澡过。我的意思是加你一个，可能正好没地方。